可是像珊瑚礁是海洋生物嘛，是海里面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海水深度不要50公尺，要流动的水，啊，而且水要很干净，不能有杂质，啊，那水的温度呢，一年平均要超过摄氏18度，哎，那而且里面盐巴盐度呢，在1/1000到32，太咸了它不要，太淡它也不要，啊，可是。这个如果海里面的东西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，啊，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火山喷发38万年就开始了，或者这里哦，那个在万里叫丁火秀山，听过吗？丁火秀山最早喷发的。那我们这边啊，不管是大屯山七星山，这里沙包山是七星山的寄生火山，这边的喷发的时间是80万年到60万年，较比年轻。那火山喷发的火山熔岩流会流到海里去啊，啊，流到，哎，我们这边靠海啊，就是东北角海岸，啊，跑到那边去了。那也是化石啊，它啪啪啪要跑掉了，跑掉了那个痕迹也是化石，那叫生痕化石。留下的痕迹，那这个一个是八代发手，哎，一个树枝啊，另外呢那边我也看到了，它这样一根，还有旁边还有开叉，哦，有没有？那边有看到树枝，哎，丘阿基啊，树枝不是一根啊，还有叉叉枝枝啊，有啊，哦，所以你注意看，像这个一个洞，可能是竹子，啊，中间有孔有坑嘛。也可能是珠子中间的部分烂掉，啊，这个你看这边看 2HCl 就是盐酸盐酸啊 2HCl 加上 CaCO3 碳酸钙，然后变成什么呢？变成 CaCl2 啊 CaCl2 啊，就变成氯化钙，再加CO2 再加 H2O 冒泡就是 CO2。 那我们今天不是了啊，但是很奇怪啊，台大的教授有一位叫陈文山，现在地质系系主任啊，因为我很熟了，他到东部来就住我家了，那么他我跟他聊天了哈，他有来过调查，他有一个学生台大地质系的写了一篇硕士论文，我哪里有？我哪里有？那这个碳酸钙应该你讲起来是海里面才有啊，对不对？碳酸钙，石灰岩地形这里没有嘞。石灰岩地形最有名的垦丁国家公园，台湾啊，还有中国大陆贵州，有没有？嗯，哎，对，紫金洞啊，那一带贵州、云南。啊，还有石林那一带才有啊，阳明山怎么会有呢？哎，我在那这里住很久啊，我都没有发现呢。那后来呢，我才发现，哎，真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东西的形成原因有两种啊，